八卦掌基本功四，绕桩。所谓的绕桩，就是在我们指定的四个桩位进行这个沿圆走圈。好，看我给大家做一遍示范。好，它的原则也是根据这个沿圆走圈一样内直外扣，起左掌，左掌掌心向上托起，右手做一个按上，再走下。往右转的时候注意手掌从走下起做一个扣掌，做一个托掌向右穿起对准竖，手掌对着我们的这个目标竖，以竖为中心作为这样的圆点做一个绕圈。注意一定是在身体的这个左侧或者身体的右侧这样的一个角度。好，这就是绕桩。